北里，好久未见了。才是大一的我，还未见过你春天的模样，只能透过镜头，晓得那份可爱。正是三四月份的时光，山桃、红梅，热闹的活泼烂漫。粉红色的玉兰娇嫩欲滴，清澈高远的天际，碧空如洗。万物生机勃发，欣欣向荣，新芽破土而生，满是希望。你看到的是满园春色，是眼前空无一人的冷清，而你未知晓的是无数北里工人日日思念的梦中涟漪。不禁会想，若是此时与你相见，又该是一番怎样的图景。图书馆的一隅静谧，窗外是阳光闪烁下树冠的清脆欲滴。午后的宁静是走在校园路上，阳光穿过路旁的枝桠，留下斑驳的光影，是从身旁走过的同学安安静静地划出各自的痕迹。北湖的鲤鱼，偶尔看到有孩子饶有兴趣地扔着馒头和面包，白色的鹅懒懒散散，一摇一晃的样子却格外可爱。这一切是决战六月尘埃落定后的满心欢喜，是奋斗在北里校园最好的青春时光。可终究仍是四月来了，我未在，只能透过镜头欣赏你枝头的春。未能相见的日子，我们仍在努力，也盼你一切安好。不久之后，我们一定会回来，在这座深爱的校园里为你庆生。是你教会我们团结勤奋，让求实创新的信念在心里扎下了根。仰望那翱翔于天际的雄鹰，今天的北里工人会将德以明理、学以精工的信念继续传承，延续那传承了80年的红色基因。昨夜又做了同样的梦，北里桥上，夜上万千霓虹，饮尽穷穷，骤望人潮如海，自忆惘然。